好，大家好啊！现在我们继续回到两人的比赛啊，最后关键的一局，4-4啊，决胜局。嗯，看来两人的实力也是非常的相当啊。好，这样篮球啊，一个向上的角度啊，轻轻一点，看看右下底带的红球是有带口的啊。Six。Seven。左上的顶带，三两多 ，seven。看看这一杆左下底带打进以后没有连接，右侧中带的话，塔猜亚这一杆是不太好连接彩球的啊，但是应该是可以得到一分。哦，还是黄球能够拼进啊，这样下来以后，不太好说啊。左下底带看一看，或者是右下底带啊，粉球下面这一颗啊，好，直接打进低杆拉回去啊，右左侧的一库上去以后还是。黄球或者是咖啡。看看咖啡球右上领带架杆，哎，好，打进啊。Eight。好，左下底也是没有问题啊。简化局面的话是直接去粉球右侧啊，叫粉球右侧这个红球啊更简单。哎，选择顶开了。哦，左下底带打进的话 ，15。左下底即便打进以后彩球是没有连接的啊。选择打上面这一颗。哦，好，打进以后粉球还是有右下底带的进攻，这一杆球做得厉害啊。塔猜亚的准度确实是没得说啊。
今天晚上整体表现也是做得非常好。22。23。底库起来还是叫同样的粉球带口啊，同样的带口右下底带。好，右方丝灯以后左下或者是右下啊。29。这样左下底带的话低杆去走啊，右下看看能不能叫到黑球啊，或者是中带的粉球。嗯，趴下来以后看一下啊，嗯，好，这一杆的角度偏直的话直接低杆啊，嗯，下力的一杆顶到咖啡，看看还有没有下球，应该是可以看到啊。32。39 40。嗯，这样，哇，有些不太好说了，有些危险了啊。这个局面对于扎纳来说非常的危险。47。嗯，看看这一杆直接右下方蹬下来啊，这个局面应该是没有什么难度了啊。53。台面的59分，嗯，现在塔塞亚领先46，嗯，马上要超分了。打进粉球超分。现在只是超分而已啊，但是还不好说啊。嗯，上手的红球没有啊，这样塔塞亚肯定也要去转防守了啊。哇，这一杆漂亮啊！那么。还本来还是抱有着一丝侥幸啊，没想到塔塞亚实力也是爆棚。那么这一次，嗯，很遗憾啊。67。很遗憾啊，张达没能打过塔塞亚，泰国的选手。塔猜亚也是无论从天赋上还是技术上都是可以的，只不过是排名比较靠后而已，但是实力也是有的，所以说赢下这场比赛也是，哎，这一杆打下，来恭喜塔猜亚啊。